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天机向阳等待，还请您放心。孤独过日，本王那日在朝殿之上，还与诸位大臣休息此事。我南素虽是兵强马壮，可毕竟没太多实战经验，与一位堪称天才的帅才对上，输了也是正常。何况兵士们丧气。 大约还有个原因，就是他们输得不服气。既然不服气，那心里便会对战胜那几国的联兵有想法，这是好事。其实，这天机的骑将军虽然善战，可他手中能用的兵马倒是不多，加上天玄的援军，也就堪能在人数上与我军打个平手。只是不知那天书的增援人马。 何时会抵达襄阳？无妨，就算如今双方都愿意将全部人马派出，也找不到如此开阔的一处战场让彼此施展。说到底，他们也只是想将失掉的城池再度夺回，并不会笑想攻进我南苏。这样，我这便放心了。只是这月之殇，我军若是兵马进出，他倒不会有什么动作。 只是一旦运送粮草之时，他们一定会出面阻挠。这数次都是用一些偷袭的法子，根本不与我军正面交战。偷袭与不偷袭，并不重要，关键是得。都督，你看，现在我军的粮草并不去军前，他们的方法不就起到了正面作战的效果了吗？末将受教了。周都督不必沮丧。 你传令下去，这几日让兵士们好好休息一下。湘南关以北的城池，失了就失了吧。只需守好余下几座已被我军占领的城池即可，不要与天机正面交锋，少则半月，多则二十日，天机的粮草军需便续不上了。皇上怎么会？此事本王自有安排。 若是事成，必将其中原委说与都督知晓。